久了啊？嗯，我已经醒了。来，房租一年的啊，一次性付给你了。哦，稿酬下来了是不是？哎，刘霞，真的谢谢你啊。你说的没错，真的，笑一笑，运气都会变得特别好。哎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喂，等一下，祁连山，你好沉啊！祁连山，你怎么那么沉呢？祁连山，喂，醒醒，祁连山，喂，哎呀，谁在你背后？你们注意点，你们注意点。怎么飞起来了？你别倒啊！别倒！别倒！别倒！行行行行，可以倒，可以倒。哎，落地了，落地了。请我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。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能让你不着凉。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踪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很久很久。还记得遇见你时候不经意露出的笑容，藏在我的心头，藏了很久。一味的憋在心里，久而久之就会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，其实这种时候啊，大家就可以去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助。他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方法和一些跟你沟通的技巧，让你去解决这些问题。心约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行业，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。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开始了，现在可以让孩子自己站在地上。到我这儿来。先生，祁连山，别在这儿睡，小心着凉了。啊，你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点事耽误。啊，没事儿。你吃过东西了吗？啊，都凉了。我要不要给你做点什么东西吃？这些都是你准备的。是啊，你不是说要吃烧烤吗？我去热一下吧。你等一下。啊。你还会做烧烤啊？哼，你可别小看我了。哎，你看节目了吗？哦，我正想跟你说节目的事儿呢。嗯，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署名了，谢谢。这节目能成功，都是我们一起的努力。
是我来吧。嗯，我来吧。真的吗？你加孜然了吗？我都放了，我精心调制的味道一定很好吃的。哇，这烤着都已经闻到香了，是吧？哇塞，你吃了吗？你吃过了吗？我没呢，这不是等着你的时候烤的吗？我也没吃。那正好。那你一会儿先尝一尝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祁师傅烤串儿，我觉得这名字不错哎。不错吗？这什么名字啊？这是祁师傅烤串儿。不能叫什么山子山山烤串。嗯呢，祁师傅烤串，听起来就美味。